嗱，我哋咧討論波動。好，嗱，我哋咩波呢？嗱，譬如你掉嚿石仔落去呢、這、一個、水度，就產生水波啦。我哋講嘢咧就有聲音，咁呢個就聲波啦。咁有好多好多唔同嘅波動嚇。咁、我哋咧就話啦，無論佢係邊一種嘅波動，我哋咧都可以話咧係由震動產生。OK， 好啦。咁波嘅時，呢個波咧就只會傳播能量，就並冇傳播物質。好，我哋舉個例子，譬如我哋咧就攞住條繩啊，揈一下啊，產生一個波動嘅傳播。咁啊，淨係傳播一個先啦，嗰個叫做脈衝。咁我就發現咧，嗱，你嘅手可能咧揸住其中一點，咁呢一點升高降低。呢一點咧，從來都冇離開過你隻手，咁但係嗰個波嘅形狀咧，就由呢個位置傳過去隔離嘅位置，傳過去隔離嘅位置，咁一路一路一路咧，咁就傳過去啦。好，咁所以呢個就係話咧，傳遞能量啫，就並冇咧傳遞呢個物質。好，從佢傳播嘅方法，我哋可以咧將波咧分成唔同嘅種類。第一種咧，我哋叫環波。嗱，環波係咁啦，你攞條繩喺度揈下揈下揈下，就發現有個波咧咁樣傳咗過去，呢個就傳播嘅方向。我哋就發現呢個震動嘅方向，同埋呢一個傳播嘅方向，咁啊傳過去嘛。OK， 好啦，震動方向同傳播方向互相垂直，咁呢一種咁樣嘅波咧，我哋就叫做環波。好。嗱，呢個環波咧，你見到啦，咁有個咧就討論見到呢個高嘅位置同低嘅位置，佢哋性質其實係一樣嘅，咁啊冇嘅，你張紙度見到，咁高嗰個我哋就叫做波峰，低嗰個我哋就叫波谷啊，咁啊至於波峰就即係波谷，波谷咧就即係波峰。除咗中波之，除咗環波之外咧，另外一種叫中波嚇。好，中波咧同就咁啦。譬如我哋攞住一個軟蛋黃啊，我哋咧實驗嘅時候你都見過啦。好啦，我哋就左右嚟到震動個軟蛋黃，就發個波咧咁樣一路一路咁樣傳過去嘅，咁樣傳發。OK， 好啦，傳播嘅方向同震動嘅方向就互相平衡。咁呢一種咧，我哋就叫做環波。好啦，喺我哋嘅課程裏邊咧。其實絕大部分都是中波，我們會見到的環波呢是相當之少的，大家大可以呢就記了它。第一種呢就是在軟蛋黃產生的環波中波講錯了是中波。好了，另外一隻呢就是聲音，聲音是一種中波。好了，我們呢就看個彈弓的時候呢，你觀察到了有些位置特別不密的，咁喺呢個中波裏邊咧，呢啲較密嘅部分，我哋咪叫密部咯。好，有啲位置零舍鬆散嘅，咁呢啲部分咧咪叫做疏部咯。好，咁如果咧我哋即係呢度畫咗幅圖，就展示我哋如果見到聲音咁嗰個圖樣會係點咧？咁就係而家呢一個咁嘅圖樣啦。原來啲空氣粒子咧會喺呢啲位置較密，喺呢啲位置較鬆。咁當然啦，我哋其實係睇唔到空氣粒子噶。好啦，咁我哋跟住咧就再講多討論多少少呢一個環波嘅粒子運動。好嗱，未曾再講落去之前咧，希望大家又係好似力學咁樣，我哋記實有幾個符號，一個係 V， 一個係 F， 一個係 Lambda， 一個係大階 A。一個咧係大階 T V F Lambda A T， 好啦 ，V 係乜咧 ？V 就係波速率啊，波速 F 咧就係頻率 ，Lambda 咧就係呢個波長 ，A 咧就係呢一個振幅啊 ，T 咧就係呢一個週期。好嗱，你記住呢五個符號先 ，V F Lambda A T。好啦，知道呢五個符號咧，我哋之後講落去咧，記住佢嘅符號、單位、意思，咁我哋之後講就會容易一啲噶啦。